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各位请坐。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真欢喜，今仔日来甲大家探讨哈，阮迄个九月九月哈，阮今年九月去美国，去华盛顿 DC 哈，探讨甲大家报告阮去遐的一寡状况哈。首先吼，咱大家看遮，我即摆甲大家报告就讲，我们去华盛顿 DC 酒会甲记者会干员吼，伫2008年的时阵吼，2008年2月7日，咱台湾民政府是根据万国公法、战争法，伫咱台北正式成立了那个台湾民政府，吼，即嘛是美国甲咱教。当初咱去告美国的时阵呢，因为咱台湾人从来吼没有成立过政府，从来毋爱有政府过，毋爱有成立国家过，所以咱袂晓。啊，咱去告美国了，美国甲咱教安怎做，啊，咱就照美国军政府一步一步甲咱教。啊，所以是2008年2月7日的时阵呢，美国讲啊，你爱成立台湾民，啥物叫做台湾民政，成立台湾平民政府，迄阵叫做台湾平民政府。啊，因为当初美国伫咱台湾叫做美国军事政府，啊，所以咱叫台湾平民政府。但是尾仔呢，美国因讲因要简称叫美国军政府，啊，所以咱嘛对伊要互伊，咱的字句要互伊平衡，所以咱甲简称叫台湾民政府，迄平啊摕掉，甲美国共款军拢摕掉吼，数摕掉。啊，过来，随后呢，伫2010年4月25日的时阵呢。咱伫台北成立了全球代表大会，而且咱真圆满的落幕吼。迄阵咱有选出陈仲谟先生做咱的主席，所以咱第一届台湾民政府的主席是陈仲谟先生。过来2010年7月7日，台湾民政府呢接受邀请，伫美国华盛顿 DC 呢设立了办事处。一直到今仔日，吼，啊，等下我会用 PowerPoint 吼，给大家看讲咱的办事处吼，风景啦，吼，啊，搁内面的情形，给大家看。因为阮迄阵去，阮拢翕当的吼。啊，搁来当年呢，伫9月7日，美国官方甲咱台湾民政府共同举办了庆祝的酒会，和美国媒体的形容讲是宋美龄以后台湾人上届成功的酒会。这嘛是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一个里程碑，和咱台湾未来真正的见到了一丝的希望。因为咱自谢长廷宣誓了，咱台湾人已经拢成立很绝望的境界，讲啊，爱变安怎，拢唔知变安怎。但是自从咱办酒会了，台湾民政府办了足成功迄个酒会，和所有的对咱秘书、咱的秘书长。做伙行各个美国家的人，予阮燃起了一丝很大的希望吼。啊，我只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一只有一块，等下吼，恁若有兴趣的人，会使甲咱的迄个志工买咱一块，第二块就是咱迄个2010年2010年9月7日迄边的第一遍的酒会，阮迄阵有做这个 CD 卡，迄阵咱一块是卖100块嘛吼，即摆是卖100块哦。哦，等下无见咱个问吼，100块啦，足俗，这成本价尔，是要纪念性啊，大家用摕当去看，迄阵的状况。没有没有，只有这个第一届，没关系，等一下再拿给你看吼。啊，当年呢吼，伫2010年的10月吼，咱第一遍的华理学院第一届正式成立，以前咱无这个干部训练训练啦，因为咱一直找无适当的场所，尾仔呢，就是咱的这个地主、厝主呢，刘先生，伊提供咱这么好的所在，予咱做干部训练。以前遮拢一间一间的房间哦，恁即马，坐这个所在是拢一间一间的房间。伊为着要予咱庆祝，伊就毅然而然的就把这个房间全部打掉，变成一个这么大的空间做咱的教室，予咱用正式来成立第一届训练了吼。当时吼，迄阵吼。足寒哦，才4度尔。
大家都爱扎，大家家己每一个人吼，拢爱家己扎枕头，搁扎睡袋来呢。迄阵因为经济很拮据啊，大家经济足艰苦，阮隔壁国开足侪钱，开了大家要搁成立第一届时，遐个人大家嘛拢已经足艰苦，拢无钱啊嘛啊，要干来买装潢遮吼，因为伊即间厝以前是养老院嘛吼，啊要打掉重新装潢嘛，开足侪钱，开300几万，所以根本就无钱去买枕头啊，买棉罩被啊。我每一个学员要来上课的人，拢爱家扎睡袋哦。啊，有个人困袂起，佫爱家扎枕头，所以可想那时候吼很好玩，真趣味啊。有心来的人吼，佮即马伊袂变心啦。啊，虽然阮迄阵足辛苦的，足艰苦的，啊嘛足寒哦，但是吼。阮大家拢内心非常兴奋，为什么？我们终于踏出了第一步。咱台湾要建立一个新的台湾，若无安尼做，无这人，这艰辛吼，牺牲这么大，无可能举办到60几届，无当呢。必须你毋捌一届缺席的，像阮是志工，阮有当时还会有代志无来，秘书长逐届都拢伫遮，每一摆你拢看伊着，所以伊的毅力非常坚强吼。啊，过来。我只大家介绍，以前吼都开始第一届到第五届迄阵，咱大家拢讲叫学员呐、啊，学员哦，还是叫同学啊。但是这是毋甲外口的干部训练拢完全共款，啊，就分袂出来讲啊，你是毋是甲咱共心的人？后来咱的领导人秘书长，伊就甲咱一挂干部集合起来开一个会，讲，咱来改一个名，来想一个什么名啊？一个听就知影，这就是台湾民政府的人。后来，阮就大家思考哈，就是共同想，就这一个叫做同心。同心这个名阁足好听，袂歹听。啊，尾啊，就大家拢叫同心。啊，啥物叫？啥物叫做同心？就是咱大家要共同一条心，要创造一个新的台湾，新的环境的台湾。啊，所以咱迄阵甲开会了，大家决定讲，为第六届了，就大家拢叫做同心。啊，所以你来的时阵吼，啊，介咱若讲啊，你是咱的同心，你就知影，这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学员，就是咱的学长或学弟啊，吼，这就是咱大家的一个第一项爱认知。你今仔要来上课，是安怎叫做同心？爱知影啊，无你等人家问讲什么是同心，你都唔知啊嘛吼。我直接甲大家解说吼，吼，大家知影。啊，过来吼，三当了。诶，2013年9月7日，台湾民政府再度举办搁较大诶聚会兼记者会，甚至吼，咱邀请 ABC 诶电视联播网，就是2012年专访美国总统奥巴马，迄个一个足有名的主持人 Scott Shuman 吼，伊到场咱主持哦，我等下放 PowerPoint 互大家看吼。即间吼是大家本土台湾人足。热烈庆祝！我迄阵伫美国的时候，哦，足欢喜的，欢喜到真正，大家困袂去啦，困袂去吼。然后，因为美国温差嘛足大，啊，所以吼，阮去的人只有一半当下拢感冒，破病感足严重，感冒感吼。啊会啊，咱伫个酒会的时阵，会中吼，主席曾根主席，咱即马第二届主席就是咱的一个日本的。足有名脑科的医生，就是曾根宪昭先生，伊就是咱即卖主席，现主席的主席。伊伫遐甲发表一篇足重要的演讲，演讲的内容我等下甲大家说明吼。啊，我甲大家讲者，这就是咱的主席当时伫第二遍的酒会，就是2013年9月7日个酒会，伊所演讲的内容吼。兼遮吼，即两本。这两本的内容拢是遮，啊，这两本，阮当时嘛，吼，遐所参加的美国官员，啊，搁记者呢，阮拢有发给他们这些咱的资料，吼，啊，恁可能手上拢嘛有嘛吼，有闲咱会用参考看嘛，啊，这本内面是拢英文的啦吼，等于会用查字典吼，看内面的内容，啊，咱的网络内面嘛有简易的说明啊吼，啊，我直接甲大家报告一项。阮去华盛顿的时阵一挂趣闻啦吼，阮就是9月7日迄天，下早时啊，阮就为桃园机场出发。阮有30个人嘛，30个人机票无都同时买到，所以阮分做两批。第一批吼，吼潘信行主席、副主席吼，潘信行副主席带18个人。第一批，啊，第二批就是有夫人甲我吼，啊个。
潘良华副主席，阮十二个人分第二批，啊，阮大概是做伙踮汤机场坐九点的飞轮机，坐到东京。东京的时阵，阮甲分做两队，第一队呢，就是为东京飞到底特律，美国的底特律；第二队的话，就是为东京飞到美国亚特兰大。因为我是第二队啦吼，我先嘛，我甲大家报告第二队阮的趣闻啦吼。啊，阮吼伫东京的时阵，差不多九点去到遐，差不多十二点外嘛。啊，十二点外了，阮差不多两三点伫遐等嘛，因为咱一定爱拢伫遐等待飞机，花很多时间。等到两三点的时阵，阮第二队的坐上飞机就起飞了，然后足顺利啊吼，一切都很顺利，互阮即足平安飞到亚特兰大。哦，当阮飞到亚特兰大的时阵，你伫个迄个海关遐个时阵，看者拢戆去啊！两三百个人啊，排几啊日，几啊日，那一只船咧排几啊日，几啊日。我讲啊惨啊！啊，飞轮机请好剩四十五分，我为亚特兰大爱个飞到迄个华盛顿 DC 的雷根机场嘛，国内飞机爱个迄落爱个转一架飞轮机。哦，飞看到两三百个，讲啊，个飞轮机剩四十几分都要起飞啊呢！这排过来两三点钟，要哪会赴啦？啊，咱拢坐袂到，我们要怎么去办这个酒会啦？安尼，咱来都惨啊，都唔知要安怎，我大家足紧张诶。后来，阮十二个在底下讨论说，我们有没有，咱有啥物方法吼？会用互咱较紧，会用赶快吼通关完，通关成功安尼啦吼。后来呢，咱夫人啊，啊个潘良华，啊，阮就大家想，啊不要。潘良华副主席就讲：“秘书长有提邀请函给我呢。”啊，我讲：“啊，无咱邀请函提出来。”然后我们邀请函里面全部都是英文嘛，吼，提出来讲：“咱提出来。”啊，我提咱的台湾的迄个身份证吼，咱台湾公民身份证一张。我着大家拢准备一张，因为阮去着拢有准备啊，我们一定有准备，我们要出国，阮大家一定拢有准备嘛。然后搁飞轮机票，啊，搁迄个邀请函，阮着。委托夫人，因为夫人呢英文讲得很不错，足好个吼。啊，夫人就讲，你吼，你去甲因海关的官员沟通看看呐，甲咱吼快来不及坐上飞机，这状况讲互伊听啦，看会使互咱会用快速通关无吼。我讲个拢足详细个吼，这个秘书长讲较简单，我讲个是拢叙述很完整个。然后伊吼，其实。咱都开始第一遍要做这外交的工作，大家嘛拢一紧张的。那夫人她就壮着胆，拿着她的，摕着伊的迄个这证件，摕去甲海关讲，咱因为吼要隔一天嘛，隔一天就要办酒会，啊，我们邀请恁美国足侪官员来参加咱的酒会，啊，咱这是足重要的一个演讲甲记者会吼，啊，甲因的官员沟通，五分钟尔呢，既然。夫人就甲阮握手，讲叫阮十二个，叫阮今天来。我讲真的成功了吗？要真正开两个关海关的关口嘞，个真正开两个海关关口，含门都无门，看就互阮过。啊，阮大家，他连问都没问啊，吼，就让我们十二个大概十分钟就拢通关完毕啊。哦，我们好幸运，足兴奋嘞，你知影？哦，啊无你也要等到迄两三百，我等两三点钟看免啦等。啊，这是第一遍吼，咱真正是外交诶足成功的一面啦吼。即马夫人吼，伊这个沟通能力非常强，他的外语很棒吼，所以互阮这十二个人吼，减轻了很多那种压力跟负担。啊，即互阮通关过了，阮的飞机吼是伫 T5 哦 ，T5， 我一 A 爱伊走走到 T5， 爱走几啊百公尺。结果剩差不多十五分，安尼移动哦，差不多剩十几分，一二十分，根本就无法度行到位，你知影？足幸运的啊！拄好有一个黑人的警察，雄雄把我抓咧啊！哦，我迄阵想讲惨啊！啊，我脚去撞着，我根本就袂行。啊，我真哪有知道走到体坏，我惊到死，我都惊袂起，我都拜一下，叫雄雄一个黑人警察甲为我肩仔头甲我抓，我错一条啊！甲我问讲，你要对？你要去对我讲，我要行到 T5 啦。伊讲叫我去坐迄个因有一个区间车，类似咱的区间车，台北捷运安尼啦吼。叫我去坐迄，我甲伊讲，真正会使吗？伊讲会使。哦，我足欢喜啊！讲哦，上帝足帮忙啊，帮助咱民政府嘞，互咱车人个足顺利个。结果我就伫遐查讲，紧来台湾民政府，免阁行，咱紧来坐迄种迄个区间车啊。哦，这个真好运啊！阮都刚好及时赶上飞机。
然后飞到雷根机场，都一两点钟就飞到雷根机场。飞到雷根机场的时候，既然第一队哦，伊提早阮一点钟出来，伊那袂到位。第一队的潘良华、潘信行副主席，你队既然拖成两队啊，因为伊嘛是到机场迄阵。啊、哦，嘛排几摆啊！结果有一部分的人先过关，就先坐飞机去；另外一部分副主席哈、啊，伊就留落来等另外一部分的人。伊个拖队既然比阮有一部分人比阮较慢到，这是一个趣闻啦哈。啊嘛是讲大家爱去尝试，因可能迄边无想到，啊是阮第二队这边阮有想到这个方法，和阮会用足顺利过这个方法。以后也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尝试外交尝试要做外交一个方法，诶，一个经验啦吼。过来吼，我讲，可以拉高一点吗？那个可以往上面一点吗？嘿，对，嘿，好，谢谢。啊，过来吼，咱讲到台湾民政府吼，伊是中心伫美国本土的台湾美国军事政府。其实美国因有一个组织、政府机构，一个组织吼，叫做台湾美国军政府。台湾美国军事政府啦吼，简称军政府，一真正名称吼，大家爱记哩吼，就叫做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就是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指导者是美国军事政府，伊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的规定，也是征服者的占领义务所设立的咨询机构。所以一切软硬体的费用本来就是爱予占领方的美国国防部来筹拨的吼，并不是予咱被占领方的本土台湾人来张罗。所以这点吼，一只吼，请啦美国因为监听的人吼，请你爱慎爱，搞阮较帮忙，因为阮真正是过得很辛苦啊吼。所以美国军事政府，你那个经费吼要赶快拨下来。啊，过来吼，咱讲到后一段。曾根主席有讲哈，伊伫咱这个宣言内面，伊有甲咱讲，伊讲日清马关条约了，日本天皇拥有台湾澎湖领土的主权，日本政府该具备台湾群岛的管辖权。太平洋战争了，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群岛的管辖权，可是日本天皇并无被要求放弃台湾群岛领土的主权哦。哦，这大家要注意，这可能大家搞不清楚，我等一下甲大家解说哈。所以日本天皇台湾领土的主权至今是无变哦。旧金山合约嘛，清清楚楚讲到足清楚的哈。在美国国务院2004年所释出有关美中关系正常化过程解密资料啊，哈，有关披露东西，尼克森甲基辛格确实有意图要出卖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尼克森迄阵去访问中国嘛，哈，啊，因迄阵哦表现甲两个做兄弟，那兄弟咧表现甲做好吼，迄阵咱嘛做烦恼讲，美国咱台湾唔知敢会敢，和美国出卖去无？但是真好加在哦，日本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条的规定，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了。但是台湾的领土不是周恩来甲基辛格因无知所指认的讲是无主地，不是咱不是一个无主地啦吼，不是可以予人以行占原则实行单独还是联合瓜分来占领。进而宣示主权的土地，那不是无主地哦，那有主人。我们的主人是谁？大家有想一下无？哈，等下我甲大家解说。周恩来甲基辛格因两个人是收复了日本，已经伫1945年，这要大家一定爱会记哩。1945年4月7日，还阁伫战乱的时阵，将台湾编入以神圣不可分割这个法定领土这个属性，伫万国公法的架构内。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已经是受到天赋不可移转的主权义务所拘束，因此将台湾当作无主地来处理是无具有正当性的。相反的哈，台湾将来不是中国的法定领土，所以法律上并无规范中国的必然性甲正当性。直接我就大概解释一下，曾根主席伊讲日清马关条约了，日本天皇将台湾甲澎湖诶，主权挂出来，吼，悬空割让出来。迄个伫清朝的时阵，吼，甲午战争，
大清朝帝国甲大日本帝国因两个战争，结果大清朝拍输，只要战争了签《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迄个时阵是清朝伊有挂牛东北三省，就是即马讲的奉天，已经讲奉天了吼。给日本，甲台湾平和给日本，但是迄个当时呢，英国甲苏俄吼，伊提出抗议，伊讲东北三省奉天是你清朝的国土，袂使割让。咱根据那个国际法跟万国公约，国土是袂使割让的。不管是毋是因为战争啊，你就是战争嘛，比如讲我战败，你就甲人国土挂掉安尼吼，迄是因为法国那个。什么？那个谁，最后一个皇帝，什么皇帝？拿破仑了后，甲设一个法国人，因讲啊，咧，因为拿破仑拢伊共占嘛，伊是皇帝嘛，伊甲人战争占领着这个土地共占，迄百姓，迄阵的百姓都共抬足侪来钓，占，占到尾啊，全世界嘛剩一公尔。啊，所以法国因家己本身，伊是一个帝国，后来因家己。有良心发现，然后设立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是根据迄个圣经里面的一挂迄、那个，因一挂有良心的，我有根据圣经里面来制来制来写的吼。啊，伊讲战争袂使割让国土，所以清朝东北三省奉天迄是伊固有的国土，伊袂使割让出来。但是澎湖甲台湾是清朝的扩殖地。扩殖地是比殖民地搁较细一级哦，吼！啊，所以伊扩殖地甲殖民地会使割让，但是国土是袂使割让啊。因为迄阵伊清朝迄阵也无读万国公法嘛，因根本他也不，伊毋知，因为迄阵国际上也无安尼流通，无这电视媒体嘛，所以他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但是苏联甲英国就提出来抗议了，啊，日本就遵守，伊讲好，安尼我东北三省我割还给你，伊就无啊。但是伊是以黄金来赔偿安尼嘛吼，但是台湾澎湖有哦，竟是割让给日本，吼啊，所以迄阵吼清朝伊竟是割让给日本，啊日本伊嘛有足用心来经营台湾，伊甲咱台湾东刚开始是做殖民地去经营啦，但是一直到1945年4月7日。迄阵就是我战争战到这边后尾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边战到4月7日，日本天皇有颁发一个诏书，伊讲吼，将台湾变成他们日本国土南部国土的延伸，啊，所以将台湾正式纳入伊的国土。啊，迄阵台湾人敢用去做兵啊，吼，迄阵到我讲台湾用做日本兵，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台湾的军，啊，搁咱台湾人嘛有迄个会使去做因的议员，选因的议员吼。那时候我们台湾，咱台湾有三个人嘛，有三个人会用去选因的日本的议员。一只吼，我甲大家，这吼，这是咱秘书长足辛苦吼，和咱一挂志工甲秘书长足辛苦去找出来诏书，而且咱有去拍这版吼，开几啊万。打板，这就是诏书。如果现在我们一组是2500，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贡那里买。这个诏书是真正日本天皇当初，这个字体是日本天皇的，他亲自写的字体哦。你看咱就是足用心的哦，因家己日本人都惊到呢。伊来遮，咱送伊这，伊足欢喜的。所有日本人来，咱每一个人拢送伊一组。咱拢总共做差不多150组尔，啊，剩无几组啦。底下呐，有大家有兴趣会用买，因为这拍板都开几啊万块呢。第一个是用刺绣的哦，刺绣的很不简单。另外，这每一个人的字体是拢无同，就是因签的字体。迄阵的因的大臣，日本大臣所签的字，吼、哦，啊个。天皇又颁了好几个诏书，其他咱因为这等的，咱都无得用办，咱都用印刷比较便宜吼。这等的大家人也有兴趣吼，会使去啊个自贡庙，好像是没有几组，也等于做纪念，因为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做了。过来，这是一只证明讲，4月7日，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真正有颁一个诏书吼，伊讲台湾变成他们的黄土，吼，这里写得很清楚。
啊，过来吼，咱搁讲，要对，我要甲大家讲是安怎日本天皇，即摆日本甲以前的日本天皇啥物无共？伊有麦克阿索，伊去伊有军事占领日本嘛，伊去日本东京接受日本的投降嘛。啊，入去了，伊甲日本天皇，伊无照讲，因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日本天皇嘛，吼，应该伊爱承担个罪，应该爱判死刑，但是伊无该判刑，伊该也。伊个悬空，伊个也伊个也所有权力给悬空起来，伊是一个象征性的日本的天象征性的精神领袖。啊，伊伫日本成立了一个日本平民政府，日本平民政府伊所占的土地，干呐北海道、本州、九州跟四国啦，四国南九州、本州跟北海道。四个岛尔，迄阵叫小日本，应该讲叫小日本。啊，所以伊的国旗是安尼，伊是这支国旗，唔是迄、那个，伊落伊讲叫做天皇迄支旗。所以迄阵因叫台，因叫做日本平民政府。美国底下占领七年了，因就退出啊，平民政府开始执政，处理日本的代志。啊，即马拢讲日本政府，日本其实因的名称真正叫做日本平民政府，只是。美国人嘛是作奸的啊，卖讲伊作奸，改打迷糊政策，无爱改加金的物件。因拢唔知因叫做日本平民政府，因即马拢伊叫因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其实因即马应该是叫日本平民政府。甲咱讲话拢，即马咱叫做台湾平民政府讲话的意思，只是因家己被那个去用洗脑，应该拢唔知影。OK， 啊，当然因即马。咱的因的首相因去修宪吼，修宪因要去讨北方四岛，当然伊讨北方四岛，过来就是讨台湾澎湖啊嘛吼，这应该是没有错的啦吼。后来吼，咱过来搁看下一段吼，曾根主席又搁讲吼，美国总统按照国际法应该予台湾亲像当年的琉球人民共款，领有领有人民的旅行证件。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伊的配偶以及伊的子孙，以中华民国国籍甲世界人权的宣言第十五条，每一个人拢拥有一个国籍的权利，这个原则只能选择中华民国的国籍。但是对于本土台湾人来讲，予中国人强迫伫1946年，吼，这。这大家爱清，因为你后盖要人解说，这拢爱记起吼。1946年1月12号，伊咱从集体吼归为着中华民国的国籍，这是台湾人的无奈，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中国人是台湾领土的占领方，而且是已经无国籍的本土台湾人，伊是被占领方法律上本土台湾人没有可妥协，而且没有选择的机会啦吼，无可选择嘛。中国人甲本土台湾人国籍的状况是袂使混为一谈的。本土台湾人伫台湾的地位正常化道路上，68年来拢予中国的政权强迫执行语言甲血统的消灭，咱予强迫执行语言甲血统的消灭，是被占领后的无助人民，伊并无签，咱并无参与被占领方的立场吼。以国际法律来讲，有一个例，流亡伫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伊袂使参与印度的政治。同款的道理，本土台湾人当选流亡政权的总统的时阵，予连战先生称为窃国，就是这个道理。直接可能大家小可，因为我以前嘛，这段我嘛一直搞得有点迷糊啊，我现在把它想清楚了。你也用印度来讲就好啊，吼，印度，西藏达赖喇嘛流亡去印度的时，印度人较侪，伊达赖喇嘛人较少嘛，啊，印度人都强势的嘛，所以伊底下是一小撮人，伊家己算是算应该伫达赖沙拉内面吼，那个西藏内面诶，什么因的委员，什么委员啊，是因的总理尔，但是伊印度人并没有参与他们的选举，对吧？大家感觉这正常啊，没有什么，啊，但那改转换为来咱台湾。那蒋介石集团带60万大军，啊，但是当初咱是600万人，台湾本土台湾人600万人，啊，那变咱台湾人啊算计，咱爱改，因家己算是因60万去算就好啊，跟咱什么地带？啊，为什么我们变成说跟他们一起去选举？就大概有想，
很奇怪无？这就是咱台湾人去用洗脑，真可怜的所在。咱68年来，拢去用错误的洗脑，讲哦，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说咱是日本台湾人，对不？那是 people of Taiwan， 那不是 people on Taiwan 哦 ，people on Taiwan 是。应该就要集团出来遐个人，佮伊后代子孙。但是咱是 people of Taiwan， 咱是本土台湾人。就咱的阿公阿妈做，咱的祖先以前拢住伫台湾，啊，会有日本统治，所以我们是大日本台湾的人。但是伊拢无甲咱讲，从来占领者从来无甲咱被占领方讲过咱的历史，咱家己拢唔知影咱真正的身份。我们被埋没了，我们真的是被埋了67年，大家都不知道。啊，现在大家敢有精神啊？大家有想清楚了哈？想清楚，安尼就好，安尼就等于怎样讲？啊，那预算去咱去改去算，啊，是不是足奇怪的代志？啊，全世界外国人嘛，干嘛讲？啊，恁台湾人哪足奇怪？啊，恁是不是拢要做中国人？所以，因美国迄阵唔敢足强行甲咱讲，伊要入来，因为咱已经互干嘛讲咱是中国人，中国人，哎，这伊是要帮助咱，结果咱从洗脑去，会认为讲伊是要来侵占我们。其实他是要帮助我们恢复我们是台湾本土人这个身份。要将中国人甲台湾人分得清，但是咱反而咱即摆拢去学电视洗脑，咱即摆拢去学电视管，你知哦？大家拢讲哦，靠美国管好就不管，唔是啊？即摆大家拢去学电视管啊，电视吼拢黑白讲啊，大家拢相信。侬讲哦，电视上报告是真的啦，电视无报告唔是真的。啊，所以吼，咱的媒体即卖互中华民国占领起来，因为迄是商业行为。咱想要进入，伊嘛拢无爱做咱啦吼，无爱做咱一个频道，吼咱去讲真正的，伊绝对无爱互咱去哩嘛，互咱去哩就完蛋啦。只要我们去一次，他们全百姓大众醒过来，哇，原来我们被骗了68年。啊，但是我们就是买不到那个频道啊，因为美国讲这是商业行为，你要台湾人，你要改去想办法。啊，目前咱是还在洽谈当中了哈。那么希望有一天吼，咱能有一个频道，和咱讲咱台湾人讲台湾事这项代志哈。啊，直接安尼，就大家足清楚。是安怎讲？迄阵连战一直骂阿扁啊，骂讲伊是窃国，伊是窃国。哦，迄阵我搞不清楚呢，讲窃什么国？啊，台湾就是我们的，为什么是窃国？哦，原来。人伊是选因中华民国总统，甲咱台湾人啥物地带？啊，但是咱拢互骗去啊，咱嘛甲人去选呐。你看人印度人也无甲德兰萨拉人，甲因去选啥物总理啊，啥也无啊，吼。这几家就是因，甲大家改变伊的逻辑观念改倒来吼。啊，尤其中华民国迄阵来占领台湾啊，从咱阿公阿妈迄代，甚至咱这代，咱的做囡仔时，伊拢将咱当作奴才，你知无？因的人，你啊18%。唔是18%啦，因的军人会用领退休俸，啊，佮伊啊，准若讲军人死掉，伊的家属佮用继续领。你台湾人敢有？啊，敢若因中国人有？以前咱讲外省啊，敢若因有这个权利尔，咱拢无呢。你无敢有半点福利，而且因的冠军哦，改建的时阵，每一个人拢用分一间厝。你政府要分厝予你无？从来没有过嘛，我讲。我爸爸上班的时候，我同事就讲，伊是诶军人的后代子孙嘛。哦，伊就讲，哦，中华爷一个分一间什么的厝。我讲，那差哈济。你公务人员，我公务人员，啥乱？你因分着厝，我啥乱无？伊甲店伊都唔敢讲，啊，盖都拢唔敢讲去。啊，因无要，因若讲无爱分迄间厝的人，既然政府还给他几百万呢？哦，你有过这么好康的事情吗？从来没有过，只有他们60几万，因迄60几万的军人，够因后代子孙，够有这个福利呢？台湾人，咱做奴才做68年，还阁唔知啊？所以阿扁也叫人讲窃国，正常诶，无唔对。我即摆总算知道为什么他被叫窃国。啊，过来，你有看到无？一千载就好啊。王金平甲马英九，马英九嘛，甲王金平当作奴才啦。只是马英九家己不承认而已啦。他不把台湾人当台湾人看呐。伊欺负咱，欺负到这个程度，对不？一只就看到足清楚的啊！伊王金平要给安怎，就给安怎；阿扁要给关，就给关。关到即马，既然莫名其妙一挂无需要的罪嘛，给关掉的。啊，那阿妈因叫伊所犯的罪有比陈水扁少吗？没有吧？大家足清楚的嘛，吼。好，啊，再来，咱讲后一段吼。当中国殖民政权伫台湾
美国军政府解除伊对台湾的代理占领，而回归成为中国流亡政府后，当然嘛毫无参与台湾政治的立场。未来台湾政治的体制内，不会存在流亡中国人参与的空间，所以无所谓代表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在国共和解了后，就国共之间和平的协议层面的加大或减小，最后也丧失伊在台湾流亡的正当性。啊，搁有一个例哦吼，日韩合并了，因为当初日本有占领韩国啦，啊，韩国嘛有一挂人吼，跑到日本去嘛，吼，啊，伊迄阵有一段时间叫日韩合并，啊，韩国人有一挂人留伫日本，但是后来朝鲜伊独立了，遐人嘛无转去，叫做在日朝鲜人，伊一直到今仔日，还阁依法无法正式规划为日本，伊无得，伊无。伊只是在日本的类似的日本国民，顶多只是日本国民，不是公民。伊无法度享有参政权的特别永住者，并非主，伊无法度主动成为日本人的这种人。伊的在日朝鲜人，伊无可能成为日本人。直接就是讲，如果阿盖蒋介石集团出来遐后代子孙，伊阵也无要登中国，伫台湾的类似讲在日朝鲜人，啊，即嘛是在台的中华民国的人嘛，不是中国人，因为咱希望食中华民国跟中国，应该嘛是迄个嘛吼，中华民国人，所以因阿盖嘛是赶快没有参与我们参政的空间呐，因叫做国民，咱叫做公民，吼，直接就是大概解释安尼吼。对于那个国籍的认定吼，法律占领全国的美国是属地主义啦吼，伊无应该抵触法律主权国日本，伊是属人主义。至于吼，伫台湾的领土，也无台湾的国际法，因此无任何法律啊主义可以遵循啦吼。的流亡吼，流亡伫印度的西藏人，并唔是印度人；同款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并唔是台湾人。台湾民政府未来大政治的工程，就是台湾著名的法理身份的认定。而为法理世尊，伊是一个不二法门。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唯一会用生存的，干那就是用法理来讲尔嘛吼。伊咱用国际法的法理，搞好都好，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只有这样子。好，所以爱怎样？国际的认定，伊是无关认同，伊纯属法理这个问题。本处召会了后，台湾民政府的民众。对，在凭着台湾民政府发行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哇，换发哈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人民的旅行证件，这个证件啊，盖也是伫美国自发，这个问题哈，就是咱即马一直在跟美国争取哦，以后可能会慢慢什么时候美国该恢复这个消息，我们还不晓得，但是咱即马一直在争取当中哈。即只我暂时讲到这，啊，咱即马请咱的。副委员长吼，伊来甲我补充一下，因为吼，伊当初伊嘛甲咱做伙去美国，哦，拢去美国的时阵，大家迄阵虽然非常辛苦啊吼，阮即个去美国，我拢开家己的钱呢，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太穷了，所以没有钱可以让我们有工会出去啊，所以咱即摆请咱的副委员长吼来甲咱甲我补充一下，谢谢。去较好的款咯。啊，各位咱同心，大拢小白啦吼。啊，因为有张公贵客吼，啊，他咱的副主席吼，讲了足精彩。伊把咱即个去华盛顿 DC 吼，开酒会啊，这个把那个过程，搁把啥呢？把咱台湾法律上的地位吼，做一个联系吼。啊，这里说明哦，我是讲感觉，哎，咱副主席讲了有够好诶。但伊即摆讲叫我补充，我毋知想要补充啥货吼。其实伊安尼做完整啊，就对啦吼。但我头先来讲吼，伊即摆查了，咱喺酒会内底吼，应该有一挂图片哦，大家看，哎呦，吼，迄个来，甲放一下，看酒会内底精彩，迄几个，互佮你看一下，哎呦。
再来一个人，再看来，酒会那边我补充这个，哦，酒会那个哈，现在你管就回吹了哈。谈到有讲哦，迄、那个大清帝国啊，把台湾配合挂和大日本帝国皇帝哦，迄种为什么讲奇怪？奉天辽东半岛迄个是甲清朝开国基地，迄等于本来的土地，所以袂使挂籍啦。伫国际法内底袂使挂籍，所以谈到讲到啥，讲台湾配合迄是土著地，啊，土著地会使，啊，为啥迄阵啊，迄个清朝的心哦，迄个慷慨呢？爱就讲台湾哦，是一个啥物呢？男无义，女无情的所在啦，是鸟不语、花不香的化外之地啦。所以归起来挂挂好人去啦，安、啊、尼知吼、哦？啊，所以迄个挂心咯、哦，我就收回来吼、哦。即咱大个无？啊，迄、那个阮大迄、那个迄、那个诶，这毋是一直我讲的是咱华盛顿 DC 吼、哦，迄、那个办公室伫楼顶。啊，阮伫遮翕相吼，就是要去你。去咱个办公室吼，参观咱华盛顿 DC 个办公室啊。迄时阵一家小小个尔吼，啊租金真贵呢。俺当民政府做善个吼，啊小小啊，满满用就对啦吼。迄个楼顶，要去每一个人拢爱给你个身份证件啊登记。吼，即摆吼，即个是顶悬咯，咱拄好做好嘞，一二五空啦。即条街啊路一二五空号码啊伫楼顶啦吼。楼顶你要吼，袂当随便嘞。伊啊那呢？因为这个所在拢足侪外赛馆啊，外国的人、外国公司一挂要员住伫这个所在哦。所以你若要讲随便，你若要讲确定，我是要对找什么什么人的时候，无可能我你去你了，对啦。伊啊去你的时阵吼，你后边咁变变变变安尼吼，对不对？黑白金咧扛个黑白金，好，好来，我要个对一边回来。啊、这后来即嘛，这个所在就是咱。迄、那个奥维斯呀，办公室内底吼，我做一个简单的迄个介绍，吼、哦，即、這个讲吼，啊，本人我坐伫遐啦吼，都看到吼，即我本人坐伫遐，好来，佫刷你来，这是谈到讲华顺机吼，贵啊，较精彩镜头吼，包括咱酒会内底，看袂个，这是要参观办公室，我来人坐伫遮吼，看，啊，即咱的主席，好、哦，咱主席伫遮，哦，啊，即咱夫人。哦，这附近啊，这呢，这就是咱的办公室内底啦。这附近哈，啊，这位加拿大回来，这 Kevin， 加拿大回来。我你看，台湾平民政府有无？好、哦，有无？好、哦，你看哈。好、哦，啊，这咱的附近有水无？咱的夫人哈、哦。哦，你也看伫咧聚会哈，请迄、那个台湾平民政府有无？好、哦，你看吧。哦，代表处，办公室风向哈，哎、欸，但是。计得，我当然计算的哦。我讲哦，美国军舰来去白石墩吼，咱食这个办公室，那个搬到回来哦。啊，搬回来就是安尼，有咱就是美国对口单位啦。你知吼？你啊，当初的时阵吼，迄、那个伊拉克十外吼，迄、那个兵政府啦，就兵政府啦。但最后美国呢，就选到一个对口单位啦。我、哦、这本人呢，我来坐你家咧办公吼，你看，哈哈哈哈哦，迄、那个选择对口单位，所以咱未来美国的时阵吼，伊若军政起来，咱的对口单位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吼、哦，咱就是对口单位就对了哈、哦。哦，啊，搁内先吼，搁内搁看一个酒会，咱的酒会内底吼，你看有无人酒会？这是了，欧维斯去当遐台吼，做迄个迄落，啊，看有迄个酒会遐会场无吼 ？Four Seasons 迄个所在遐，迄、那个四季酒店吼，好、哦，将可以吹啦吼。你讲伊谈到讲华盛顿 DC 参加的时阵吼，有一个精彩的这个影片吼，啊，相片啊，利用这个机会互大家了解。阮即届去的时阵，老实讲，伫遐参加酒会，事情呢，那美国迄边来甲咱讲吼，讲会有介绍，讲有人要来闹场哦。哦，伊咱四月份了无？四月份的即批呢，咱派出去遐，突然间甲咱把迄个岛民这块面吼，拢、哦、摕掉去啊！啊，把日本机啊摕掉去哦，哎，我感觉含咱即来只啊，迄个
论述主张有真大差别呢，就这批人是为迄人。所以咱即届时吼，咱是迄个是2010年的时阵的九月七八，那么即届呢，就三当后2013咱九月七六，再是第二次的即个火星人伫即个。这个世界酒店哦，伫华盛顿 DC 内底吼，就苗这个黑迄、那个迄、那个主持人呐、啊，哦，谈到迄个主持人吼、哦，啊，这王祖明吼、哦，这咱的迄、那个谈到你讲讲要点名迄个啦，你都看无，吼、哦，啊，这咯外国来，吼、哦，美国官员咯、哦，引进来这来，吼、哦，哦，恁来注意看者吼、哦，这两、个、吼、哦，啊，咱吼、哦，这个啦，这个咱副主席你看无？哦，穿个水，你看，吼、哦，啊，这个大家拢伫迄个酒会内底吼，先聊先谈，有无？啊，这吼、個，咱几个关注民谈到个要点名，这个吼，谈上路路边你看吼，吼、哦，这印度啦吼、哦，咱无弄一个介绍，因的迄落吼，来有无？咱这个啊，这个高雄州州长吼，即、哦、个外国，啊，这个有无？刁洪庆的呢？喺外国外欣赏嘅呢，你阿舅拢会看遐呢，你阿舅先，好对吧？好对，迄个，好莱坞啦，吼、哦，一个好莱坞遐迄个新咯，迄个电子媒体拢甲播出来，足精彩，足精彩吼。今、哦、日来参加咱聚会即个家吼，我、哦、你有看无？哦，接着呢，季博士，咱中央事务委员的副委员长哦，有代志等于去了德国。哦，我看可能即个迄个月中可能倒转来。哦，即、這个咱的迄、那个的访问了奥巴马迄个主持人哈，奥巴马迄、那个，台湾是不搞问题啊？好嘞，好，即个外国的啊，即个是背面的是咱的主持人迄个啦。哦，啊，就我含即、這个啊，即、這个我含一箱吼，看个从迄个苏联迄个总理普京有无？迄普京因小弟啊，我讲个即翕一箱诶。哦，即咱迄个。伫迄个买办公室台啊，我阿台签字啦，因为一个咱的吼，咱的台民政委机啊，阿在签字，或者谈多啊，迄个咱的办公室哦，所以我是讲，谈，哦，即参加者吼，你也看即精彩，迄个是哪？硫磺岛有无？硫磺岛，这白宫啦，迄硫磺岛的时呢，为啥讲爱介绍硫磺岛呢？因为人为着要吐迄个机啊起来先咯，伫硫磺岛思想外前呢。硫磺岛日本的是厉害安那呢？伊伫地面上的建物吼，尽可能买，因为你轰炸那种轰炸点，伊安那呢，乌伫下骹，所以美国死伤真多。啊，这部呢，中华民国的古岭头战役啊，也是请着这个日本将军啦、啊，去底下盗用的啦。所以古岭头的时吼，中将吃到苦头，也是伊的硫磺岛这个经验啦、啊。吼、哦，各位知影吼，啊个金门啊，小强包山包寨，真侪拢是乌里地下嘞。迄、那个日本硫磺岛迄个将军呐、啊，你知道？啊，无死的时吼，蒋介石把邀请来。所以硫磺岛的时吼，你看插的旗啊，迄外将为了旗啊时吼，思想看偌济吼。迄谈到阮看，迄参观的硫磺岛迄啦，咱的时间是唔到10:30对不？咱的时间到几点？哎，我爱看时间，唔好较了讲过头去吼。10:30。好、哦，10:30啦 ，OK。好、哦，啊，所以我谈到讲，迄、那个咱的父子协心吼，有他讲咱迄个一段历史，哦，真精彩，一旁连贯起来。所以为什么讲1937年的时啊，把台湾做国民化，国民化的时呢，正式纳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哦，父子就讲的。是1945年4月7日啦，但是离战争的结束还剩4个月呢啊！啊，歹势，这4个月的法律上就相当有效啊。第一，咱会当参军；第二，咱会个参政。这里是纳入大日本帝国内底神圣不可分割内底吼。咱台湾人，老实讲，咱台湾人的心吼，二次大战和美国惊到，你唔知影无？这点你唔知影吼。当美国的心吼，哎，因吼要叫蒋介石来是有一个用意啦。你讲讲来台湾的心哦，这批特工队的吼，去轰炸菲律宾的心哦，和美国死伤真济啦。
啊，因为刚刚日本人要迄落日本咧台湾咧日本人的时候要派就对啦，所以有担心理上担担，所以马家帅就当初归去啊，叫阮东军就蒋介石吼来接收啦。伊心理上有一担担担吼，足惊咱来拄着咱台湾人啦，迄是当初的心理状态。为什么呢？咱讲是迄、那个蒋介石老实讲吼，伊是互拍走路。走到重庆啊，啊也毋是战线国啊，伊那是根本上拍个走路诶，啊伊毋是啊呐战线国，但伊过来台湾的时吼，用迄个胜利者姿态，你知吼？所以胜利者姿态个时吼，造成啥呢？因含咱台湾人结一个呐呢不可解的仇就对啦，因为胜利者姿态个来就上强干杀，我会记得吼。阮阿嬷甲阮大囡讲，讲恁阿哥吼，阮三阿哥啦，讲伊在内要出门吼，拢叫抹黄连啦。哦，各位咱知影吼，规身骨面手，规拢抹黄连，迄个黄酸黄酸型的就对啦。迄个中国兵啊，看这黄酸的吼，吼拢较闪啦。第一讲，我这唔知啥物外国兵啊，啥物货吼，黄酸黄酸啊。所以我唔知吼，打扮啊作祟的啊，歹势。弄了两边边啊，两边边啊，你就知影吼。所以这时啊，第一个时机来对吼。和我细汉听我阿哥、听我阿妈讲的时候，这批人来强奸杀的时阵吼，造成二八事件，而且个静音呐。为啥二八事件的时吼，我顶个有叫人讲过，那是二七案。啊，为啥讲二八？因为二七案迄个阿婆啊，和迄个技师的警察。迄、那个姓赵的霸死了的时阵吼，就围一挂人啊。迄台北的延平南路有机会，大家看嘛，延平南路。了后呢，隔日二十八时呢，二月二八，哇，愈围人愈侪啦。啊，坐个时阵吼，就集中了讲个啦呢，啊，就只个土匪兵就对啦，来了强奸啊，杀人无所不作劫，安尼吼，拢伫团伫团，为了骑卡拉车呢，为了走的吼，为北部伫了团个。为北部、中部、南部对啦，阮南部的时是三月七五，阮的三月七五，所以二日八日时吼，为北部的那个南部成个火烧锅了，我都冻袂掉。为什么看呢？迄个是普遍，迄唔是个个案尔，这是通案呐。所以全台湾的时吼，你听这个消息尔，多我拍摄多找着这机会啊，你知道无？所以起来造成了这二八事件。所以当然啦，因未承认讲因唔对，所以因啊派军甲你屠杀。比较二八二八事件是咱作者、咱的前辈、咱的先民，即个精英啊，迄个太作者，他到即阵无多人发现正确的数字啊。不管是官方也好，还是民间的学者来研究的，所以这是讲一个大概。到这二八事件以这个后生呢？我也唔敢出来承认啦。虽然死者的时吼，每一人领600万呐，但连为领个600万无爱领，为虾米呢？伊即个恐怖的精神也无消失。好像讲二次大战的时吼，迄个越战结束，作者美国兵啊，等于迄个美国了时吼，拢也惊吓。为虾米呢？迄个战争的恐惧症。啊，因遮呢，二八事件遮呢，迄个是啥呢？嗯，也是讲白色恐怖的恐慌症。所以家己许多人去用变变，去用三更半半暝了以后，拢失踪去。但是虽然公布讲，恁会领600万，还阁有人无爱出来领。所以，这是咱台湾人足悲哀。咱真无简单，为了日本，咱是日本的国民。当然，在这以后时咯，恁是日本的一后裔啦。因为1945年以前出世的，拢是日本人啦。谈到咱的副主席讲哈，在1946年的时阵，在1月12日，伊敢全部中啊中啊就对啦，拢改做中华民国的国籍，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吼、哦，迄、那个掌握小我讲起吼。日本的时，伊当初来占领台湾甲澎湖时，伊就按照国际法来，就是啥，互你两党的选择，两党后
我大日本卡来问讲，你是要做大清的国民，还是要做我日本的皇民？结果两当后，一来问的时阵吼，拢总有四千几个要做大清的国民，剩的完全拢要做大日本的皇民。所以你若请迄个佛教天本内底吼，有发觉着讲，哎呦，阿卡也请着华侨啊，啊，这个华侨就是恁的祖先。当初就是要做大清帝国皇迄落迄个清国的国民啦，所以你看落来的时哦，你避着安那避着华侨啦，所以这个华侨不是中华民国即马对咧国外咧讲的华侨，就是当初你大清帝国挂日本了后，伊要阁倒转去，你住伫台湾呢，那变成华侨。哦，所以我想在座可能无请了这华侨的啦，应该要四千几个内底迄个大清国民的子弟。我安那安尼，那是一个宝呢，那宝贝呢，哦，啊，所以各位，咱在座，我找我们讲要有几个啊，无请身份证，恁爱请身份证，这身份证，咱的保命符，都三四百年来，咱唯一会当证明讲，咱是台湾人诶，咱是本土的台湾人。副主席谈了讲过啊，吼，因为咱的旧金山合约内底吼，伊是叫 People of Taiwan， 迄叫做本土台湾人。但是美国在1979年和中共建交的时阵呢，你后有一个台湾关系法，伊内底注明的啥是 People on Taiwan， 所以 Off Taiwan 跟 On Taiwan 无啥相像的所在，就讲这是住伫台湾的台湾人，就表示你早期的、晚期的、中期的，还是讲以后走路过来，拢住伫这来遮，所以叫做 People on Taiwan。但是美国为了分别。咱本土台湾人，因为咱的秘书长去过维新，迄、那个标题内底一行的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美国政府法律有修理呢。第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成立的政府，这条来修理呢，确实无啊。因为中华民国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啊，所以谈到咱的副主席有做一个说明的时哦，为什么中华民国咱还没选举？我讲延长的生命，故意可以合理化伊。伊记得在达赖喇嘛时哦，伫印度印度选举，但是肯定内底遐流亡政府内底选举，印度人并无参与，所以伊来流亡伫咱台湾的时阵，结果咱台湾人参与啊。所以不管连前哦，讲窃国啊，窃是偷呢。啊，这个国中华民国咯，阮中国个啊，是安那个你台湾人。无一中说你算到，好无你算到了也是会感觉安那呢？伊认输啊，所以一直咧讲你窃国。老实讲啦，这毋是咱副主席哦，迄阵讲哦，伊搞不懂啊，搞不懂啊。阮当初也想讲奇怪，啊，着恁着输了输，啥讲咱阿边啊窃国啊？啊，即马较知影讲原来中华民国咧赢你啊，啊无代无志，恁到哪会参选？啊，煞选输啊，啊所以做唔完啦。所以，连个319的时候，到时阵就对啦。我讲哦，上天吼，要安那要做人哦，啊，唔达咧天为一位啦。阿边啊，八道迄位吼，我讲安那上天派人位啦。有一届是我参加迄个三楼总统的国际厅的时阵哦，我就带三四百个海外的甲宗教团体，由我带队的啦。我全部讲一点吼，我带队的，然后由我代表致辞啦。我起来讲话啦，在场伫个国际厅内底啦，阿扁就头前啊。我讲啊，阿扁啊，你选举即届时阵吼，唔达天为一位，我讲你位的时候上天派来，你今仔做凶手啦吼，出来承认也无人要承认嘛啦，也无人认讲迄是正港凶手啦。所以哦，信者恒信啊，不信者呢恒不信啦。这已经无头讲的啦，上天要做你就承认了呀。我阿扁啊，你呐如果个车速度紧一点点啊，啊老实讲哦，紧一点点啊的时阵吼，就表示安那种，迄个子弹灌肠就对啦，迄袂当讲子弹转弯呢，迄个病了呀吼，哎呀奇怪，啊你也慢一点啊呢，慢一点枪击的时候也袂掉这个巴肚皮啦，你无当显示讲有人要甲你谋杀啦，老百姓作战时袂出来投票，因为迄个位置位真侪老百姓出来，所以动算。低空掠过，也两万几票尔，但也数字有够奇怪，加加减减读起来都0.0228，
就二八事件即个二二八，各位你把它加减迄个，你看迄读起来就是安尼。迄上天给咱的数字，上天给的时刻，就是八道为锐。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吼，啊，说明这点吼，各位可能无那清楚的。后手还够九分钟的时间啦。我讲的是，咱的副主席，他来讲咱华盛顿 DC 就叫做办了真成功。三年前的九月七八，由咱各亚美国，就是高等法院起来上诉最高法院的时吼，伊暂时煞囥在边啊。这个暗杀坑的边啊，为啥呢？美国还没准备好，啊，这个案件是啊，是法律的事件，不是政治事件。当初咱过的时阵吼，美国国务院拢讲这是政治问题啊，啊，政治点，但是法院吼，代表讲，哎，这不是政治问题呢，这是法律的问题啊，吼，啊，那政治问题，国务院的时阵一直讲政治问题吼，就是咧逼你法院卖插啦。你看卖插啦，这政治问题哦，我国务院我来处理就好啦。但是因为咱秘书长和法院的资料作详细，你看你看看还行咯。哇，这什么政治问题？这法律的问题呢？所以到尾啊，国电话你跑来了的时阵，你想知道吗？国务院讲好了，放弃了，我放弃抗辩权了。而放弃抗辩权的时咯，变得走向啥呢？咱本来国民是较弱势，但因为咱的法律赢，放弃抗辩权了后，先哦，变作咱那个弱项哦，变作强项啊。我讲个，咱本来两个强项，一个法院啦，迄个咱去这边的强项，搁另外一个国防部咱的强项。咱的弱项在哪里？国务院，搁另外国会啦。但我讲个八月二那个是国会要发表一个。最新呢的研究报告，来讲台湾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来底安那重申声明啥？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这里是哪呢？就可见吼，咱两行迄个弱项的部分吼，已经由咱换一个了心咯。造成咱的弱项已经转了扭转过来，就是国务院一放弃，国会阁做一个研究，确定因迄两国个啦，迄两个兄弟啊吼，拢无拥有咱台湾的主权呐。这个可见，咱那法律上咱徛一条，做秘书长会当用当初二二八两百二十八个这个数字去告美国的时阵吼。靠这个成就，所以讲到这二二八的时阵吼，有当靠咱前辈遐英灵哦，爱在冥冥之中爱给咱倒三下手就对了。所以我想讲阿扁啊，当初是赢迄个林建林哦，用0.028，吼，我讲这个数字有够奇怪呢，足奇怪数字啊！所以各位大家相信，人民政府是唯一会当救台湾呢。我含秘书长有那私底下咧讲啊，讲会定位啊，除了这個法律以外，咱还有其他什么部会当把中华民国赶出台湾的无啊？定位讲安那呢？啊，你想无部啊？干这部呢？啊，如果那有人就对啦，会比咱较厉害。除了这個法律以外，还佫会动的。我讲咱也支持马建呢，咱老是咧风度呢。你讲拥有讲，咱家人法律赢的心咯，都别人拢无在调呢。咱是其他遐团队哦，遐一撮一撮啦，要台湾独立吧，啊，公道啦，拢要为着台湾这来遮啦。咱台湾独立的团体偌济呢？南北二路啦，为北社、中社、南社、甲东社啦，到咱呢全国的学家呀、学家会啦，这拢是啊。即为啥要有台湾心、台湾情的啊？包括是咧，昨个民进党党主席要来，伫北部伊若讲用一个迄个护国保台湾的啊，我安那做主席啊？要有一个教授，伊若是台湾政府的临时召集人啊，迄教授啊，我拢足钦佩。
佮代表有滴款台湾国个啊，国会拢知影吼。啊，佮即个团体拢是要为着台湾，但是路拢行唔到个，因为市场，但是即个市场歹势无生理哦。啊，为咱，咱就照安那照规矩来。咱请身份证，咱该上课。咱是正刚刚来正规军啦，讲起来就是安尼啦。有一挂团队的时阵吼，拢是有将无兵啦。啊，各位，甲咱台湾民政府不但有兵，搁兼有将，所以咱是有将搁兼有兵。所以美国一直爱看重咱台湾民政府，所以台湾作者包括海外大陆联盟这些。拢是有将无兵，所以各位，咱来看到咱家己。今仔你有这个机会，不管你来自何处，不管你是来者何因啦，拢受这因缘来三甲做伙。既然这个因缘三甲做先哦，讲起来较歹听咯，你有这个福运啦。我一生行来时阵哦，起坎坎坷坷，迄十五档的路迄卖算啦。打出来为着咱台湾，对不对？南北二路抗争，各位咱千万无啥抗争啊吼！迄一个工人五万人出来剩下，阮家家出来一日十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这个不公不义的国民党，必须爱改赶出台湾。但是呢，台湾人作势，国民党收买伊，身为台湾人替国民党咧做代志，还阁唔知啊？就是灵魂别出卖，人格别出卖啦。所以咱台湾人较遐悲哀，啊，真好个在。我伫个浪费几十冬的青春，甲岁月以后，都有一个机会。阮妇女总会郭会长有机会拍电话给我，讲有一个台湾民政府。我来感觉讲奇怪，啊，这个政府咧一大堆呢，啊，搁要为着台湾呢团体一大堆呢。所以当初我为抱着讲要安怎讲。了解台湾民政府者，所以我有公开参加书内底，我调资料来了解。可是，我会当救台湾，做真个台湾民政府，伫法律上咱徛会条。为虾米呢？咱人也输人，钱也输人呢。为甲这条法律赢人，这就是咱的王牌啦。无人有法当对抗这个王牌，包括国民党这个政权啦。伊用咱台湾的、咱台湾人的一资源来维护伊中华民国政权，这六十几年来已经甲你开无数啊，就对啦。这毋知要哪算啊啦？咱除了迄个东山迄个霸占以外，伊个联合国为着要维持伊的色彩，较早美国要用火车钱咯，迄种靠啥呢？一票一票起来，见哪要投票吼，苏联的集团拢输哦。所以中国都无人入面嘛，因为咱要买遐乌身的啊，乌身的几十票吼，我起来，拢做咱拥有六十七票，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人入面。但是呢，这世局的变化，加一个1970年的时候，世局变化了后，一直到1970年，就这边出来，用挂出来。所以世局变化的时候，中华民国第二次世界联合国。第三次四日对四日台湾，每年就是九五年，第二次的九五年，很多咱的副主席有讲过哦，九五战争，咱是1894，但1895是把台湾平和挂予大日本帝国，所以呢，1894到每年2014到第二个九五年，所以关键咱台湾人命运，每年都要看出来。所以虽然话讲奇怪，啊！伫路边哦，拢看了中国啊，啊，无看阿毒啊，就无看了毒片，要看了阿毒啊。但歹势，即个阿毒啊时阵哦，即马拢三更半暝吼，拢用飞机拢咧入来，拢进进出出，等下听到嚷一声就对了吼。啊，时间到，所以我想吼，卖占各位时间，以后有机会，咱大家互相来交流。以上多谢各位，多谢。各位校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各位稍等一下哈，请坐一下。各位学员请坐下。
这台上有个那个今天下午要坐计程车的，请举手，举手，举手，我要算一下人数，然后派车，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后面。